刚才是谁报的警？我报的警。为什么报警？他打我。他为什么打你？我这两天不是开了一个纹身店，他进来，他说他要纹身，我问他纹什么样的，他说他要纹个异系的。我说，你有什么需求没有？他说没啥需求。那我想着，我就既有发挥了呗。纹完了以后，他不给钱就算了，他还打我。哪里？